阿母，我甲村头约好吼，要去海棠水仙溪，中昼要等一班哦。可能要出来啊！我画面起来较惊，伊看到我一定足欢喜。哇！我是一路。吴老，我足想你的呢。又搁是你，你哪这样阴魂不散？你到底想要创啥？我要你带我出去佚佗。这位姑娘，请你讲道理好不？我甲你呢并不熟识，我嘛无得识你，你是安怎要来针对我，搞创治，搞定条条嘞？搞你定条条？我一世人就是要甲你定条条。人嘞？哎，古龙，古龙，别搁变啊！古龙，紧出来啦！我，古龙，你哪变去树仔顶啦？哎呦，你爬遐高，足危险的呢！紧落来啦！袂啦。你哪搁不落来吼？稍等下，你就脱皮了。你，春红，你今天要把这个姑娘赶走啊？伊哦一直跟我提条条，我还足惊惯的。我们跑了，呀！啊！刘刘东啊！刘东，刘要紧无啦？我的两骨，你会当升起来无哈？尤东，是不是足疼的，足可怜的呢？我无要紧啊。什么无要紧哈？拢疼啊呢，佫不要紧。我去找大夫吼，来甲你看一下吼。大夫，大夫，你说？去，看麦，伊到位是怎？去咧。你毋是白无心吗？你不是泡面四个月工？啊，鬼啊！哎，大夫啊！啊，鬼啊！哎哎哎！哎，阿你来唔走？受伤安尼，小静姐哦，安尼好啊。我的面是割得垃圾吗？无啦，因为头一届有查甫囡仔对我遮尔好，我淡薄仔歹势啊。讲到袂输你要查某朋友同款。无安尼啦，我做你头一个查某朋友好不好？那咱今晚就是好朋友哦。好。哎，安尼吼，我要麻烦你替我斗三工一件代志。什么代志啊？我要麻烦你替我捉着我的牛，替我捉着你另外一个好朋友玉东，好不？好啊。多谢你。七娘妈，请你救我！有一个查甫鬼要搞我低调的啦。七娘妈有灵有啥，请你保庇阮两个啦。啊，不过玉东兄，你是安怎会去抓到遐个歹物啊？对啦，你甲七娘妈求一个平安符，若无我惊你会危险啦。好。
喂，迄敢是即路要嫁的对象林玉东？你求平安符啊？这会玉东，那呢你都平安啦？对啊，后摆吼，佮拄着迄个叫白宝清的查某鬼，我用这平安符吼，还分开劈死。啊！啥话啊？啊！我来回去，我来回去啦！啊，原来伊叫平安符是为着要救我一路。哦，不用急，我来甲平安符收回来。快去啊！哪里？我看你要哪捡会着，嘿！一路到三江，刷电都足济啦！啊，到这个是要怎，是要怎啦？你去想到伊嘞？阿兄，你莫阁白了工啊啦，费力哦，也无生理啊。阿母哦，是上厉害的媒人婆，大工来替人看明年，真紧哦，就会有人要结婚，来店内底买物件。你嘛较拜托嘞，上厉害的媒人婆，迄是较早。今嘛哦，阿伯因个哦，拢乌白看呐。我不是，我。阿婆，你阿你跟我做来。过来，你跟我吵你什么因个？你跟我讲，廿岁将军叫做一只狗蛇拢无死，紧出来啦！恁两个哦，拢袂当甲开门哦。哦，这阿婆哦，有够了然的啦。当初哦，嘛是家己要求的啊。伊讲哦，要娶一个哦，有厝，搁有钱的人。我欠阮家三十年，哦，即马无当生囝哦，才要来甲我乱啦，哇，这都够衰啦！阿婆啊，无代志啊，人已经走啦，来啦，坐啦，坐啦。阿婆啊，你拄只人对啥喏？应该就嘴大就紧张的吼，来啦。哦，啊，你是要讲话也袂晓讲话啦，啥物我这样对啥？哎呦，你就是安尼哦，戆嘟嘟啦！哦，到这头阵哦，才无找到先嫁，害我哦，予大家伫看笑话。讲我无滴，讲我无滴，无怪我，无怪我，哎，真酸啦！要麻烦你给我倒三缸，行，出来讲。哎呦，是来找阿兄？这个白宝生又搁想要创啥？啊，这姑娘是啥？把阮春河的手安尼揪下就做走？哎，敢是阮春河交到女朋友啊？哈，安尼真好真好啊！敢讲伊改变目标啊？那呢，就免烦恼。伊来跟我抢玉洞啊！安尼咁好？当然嘛好。春河，我拜托你跟我斗三工，这边就好啊！我的幸福号就靠你啊！拜托个，拜托个，拜！玉洞啊！跟你讲哦，我较想的，知道无？奇怪，
为什么我就是无法度拒绝保险的？这番命啊！救命啊！慢走！出路是我开，出球是我塞，想要为家过，留下马路塞。阮姐怎么逃？要闹土匪啊！哎呦，赶紧救我！紧救我！你看这骗人的台湾，伊去夹刀要杀我！想要走，可能要走几道。大爱，有话哦，好啊，参详啦。你若是歹钱哦，我来想办法做你。啊，请你哦，莫伤害这位姑娘啦吼。果然是我的牛郎，看我拄着危险，都无顾家己的安全来保护我。哎，头前是咧创啥？咱去看卖。已经把脚蹬起啊，看你要走去对。借问一下。啊，光头白里欺负一个查某囡仔，啊，你有在讲啥？再讲一解。出路是我开。你敢不知我是啥？我小弟是管这个所在的金龙，我不准伊收过路费。你敢搁在这里收过路费？赶紧起来。是。哎，慢慢来。你这，小姐，啊，你的脚有要紧无？你放心啦，这手我替你抱。参照这款欺负查某的查某人，就应该十倍幸运。伊不是虾米歹人，我脚无代志，你看，我跟他跳舞的，我跟他跳舞的，无代志啦，无代志啦。对啦，我是春河啦，哇，春河，对啦对啦，金融的大姐啊，我喏是工作室办公会啊，啊，伊哦是我的好兄弟啊，你哦帮伊煞，拜托拜托啦，你干嘛去？你来搞黑人，真趣味是无？今仔你是初犯，我就不爱和恁计较。若是搁有后一届，我就代替恁的时段，好好甲恁教示，有听到无？听到，听到，是啊，是啊，听到，哼。白宝仙，你伫变啥物？你爱我英雄救美，既然叫单纯的村口，甲你做伙搬出去。我拄才搁抓准是真实，我真正伫烦恼你，想袂到你会甲我装笑。金龙的大姐妹了忘掉，就是有你这款人，这世间才会这样乱。一路走来找我，是不是知影林玉东甲迄个查某嘴拄嘴的代志啊？一路，你啊，你是安怎啊？啊，你身躯顶还有啥？咱天干，你袂算白白长的。哎呦，我嘛因为你无爱写满花圃，啊，我想讲要靠我家己哦，空安线牵看卖。啊！结果红线拢拍过，把我规身躯拢颠条条啦！啊，看起来吼，我若无甲你配合，干那靠我家己一个是无才调看姻缘啦。完了，是嘞啦，我嘛想要好好做事，也毋过牛郎即摆袂甲我认出来，而且伊阁足讨厌我，伊讲伊永远都无想要记得我。
我哪有迄个心思做代志啦？是的啦。一路啊，我看你这么伤心吼，我的心肝内嘛真艰苦。也无安尼啦，你看有啥物办法哦，会当让你如愿甲牛郎结婚啦？啊，我吼尽全力配合你。啊，等你过关，再换你同我斗相共，靠我写挽回簿，让我过关，安尼好无？当然嘛好。来，我给你想看卖。请问你是？施总，我是一个云游四海的大师，如何来到这个所在，感觉嘴干，唔知是唔是当给你讨一杯水呢？啊，用啊用啊，徒弟，来你请。徒弟，来，坐坐坐坐。徒弟，请用。啊，多谢多谢。这位是？哦，这是我的查某囝啦，啊，着破病啊。啊，对啦，道长，啊，你云游四海啊，伫外口世面看较济啊，我想到济哦。你敢要看过一阮查某囝安尼啊？这个情形，伊真情人拢无好咧，啊，向方变到狂心狂神啦，唔知影佫有啥物办法才化解。啊，既然我甲施主有这杯水，我试看卖。啊，感谢感谢。百车地军降到总王地主，开！开！哎呀，施主啊，我若讲了无唔对，你这个查某囝，自细汉就体弱多病，有一届对鬼门关回来。身体全变好，也毋过最近，阁雄雄变作安尼戆戆呆呆模样。徒弟啊，你讲了对人对人啦，啊，靠啥办法通化解啊？若想要化解，会当用冲喜的办法。也毋过这冲喜的人袂当乌白吹，一定爱伊有意爱的人，伊才会恢复心智，也若无，病情会更加严重。阮老板还阁袂歹呢。我想，我想了解无。徒弟啊，有反应啊嘞！我连叫你的指示哦，听为阿婆来招教才冲去。我想，阿爸都得有礼貌。太欢喜，啊，才无转啊哈！啊，刚刚伊到暗时都变作无神啊，要来吸你的阳气，啊，你是要安怎无？哎，春妮啊，啊，你即马是伫咧讲啥？迄阿母听甲拢雾煞煞呢。阿母，你拢唔知影，昨下找阿爷迄个查某啊，伊是无神啊呢，就是养袂迄个查某囝，大夫讲哦，伊已经死几啊天啊啦。啥？无神啊？夭壽哦！你哪唔较早讲呢？春露啊，紧叫我过来阿母看麦，阿母看。啊！先咯，哪会甲你伤到安尼啦？紧坐嘞，紧坐嘞。哎呦！吼，你这个囡仔哦，哪会这戆啦？你明知影是魔神啊，还佫跟人走？吼，你真正是七月半还唔知死呢？哦，袂用袂用，我今日来去找法师，叫伊甲你坐坐。阿母，唔是啦。我的受伤哦，甲保险无关系啦，而且伊嘛不是保险啊，伊二是有影，手嘛真温暖，您莫误会啦。春露啊，啊你哪会知影伊的手真温暖？敢讲
你已经跟手牵手啊！哎呦，安尼就对啊啦！春花，迄永伯啊吼，因都遐尼啊好个，你都爱较骨力嘞，较顺来当做永伯的家婿哦。万一咱老家哦，后摆荣华富贵、家亲都拢免烦恼啊！我找家婿条件，这个家婿一定爱给阮招。别搞这个家婿姓林，就是林玉堂啦。别甲这款要求对我来讲是一种侮辱，我真正无多大意。甲阮家这价值连社会间弄弄破，提500块来哦，这条代志就准拄煞啦。林玉堂，假使讲你要让你阿母平安无代志，就提500块来找我救人。梦里的形影。等到心畏寒，只有目屎藏在恁被单。今夜的风声，拖着孤单影，想要飞去你身边，你无伫这。心爱的，莫走。